被遗弃的小乌龟。小乌龟曾经被遗弃过，就因为它背上每一块颜色都不一样，花花绿绿像怪物。它很孤单，就自己画画玩。画着画着，它越画越好，背上的颜色也越来越鲜艳。成了一块天生的调色板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成了最有名的画家。现在谁都说，你就是我的孩子啊。他想，妈妈只有一个，我只想找到真正的那一位。